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坐下来，手机打开 ，PSY 带你发大财。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周一啊，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单元。台北股市呢，哇，美国股市昨天暴跌，其实不是昨天暴跌，其实昨天，从日股前天啊，不是全球股市暴涨吗？礼拜一吗？那礼拜一呢，我们经常就去布空，当然要空啊，因为只有做空才会赢啊。做空了之后呢，今天呢，全球股市又重挫。那各位问我怎么看？我的看法，我已经向我们所有的成员做简报哈。今天你要做两件事，就两件事。对，第一件事呢，就是要站在多方进场，并且流畅，这第一个。我直接跟你讲答案啊。然后我认为呢，我们会大赢。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包会员朋友，拜托哈，你一定要加入 LINE。你一定要加入 LINE 哈，就是说，第一个所有 LINE 的好朋友，我会在每天下午或者是晚上，我会把我们给会员的研究报告那做说明，那这个说明里面相对的，我会给各位一些功课啦、工作啦。你说哈，给我工作？对，举例哈，来现在看大概看一下哈，加权指数报价9916，其实你就电视打开，啊你赢啊，你知影没？啊，你都把什么代志拢给放袂记去，不要不重要就好了，就只要看着你的交易记录啊，看着你的存折，啊，你有一直在赢不？啊，那就够啦。出手十遍会使赢超过10次里面，出手十趟能不能赢超过9次？可以。那你希望国际股市每天都暴涨暴跌啊？因为你的获利就更大。所以呢，来看着它哦，其他的不重要了。好，来。拉近加权指数现在9919，最重要的啊，9919最重要。哇，跟你讲有够重要，你赢个分期。来，看三个东西哈，你要抄下来，算我拜托你好不好？昨天是12月4号，我们昨天研究报告的标题，向所有的会员，包括所有LINE的好朋友。那为什么还要向好朋友赖的好朋友做说明？因为第一个你要独立思考，那么呢 PSY 最好。那为什么 PSY 最好？也就是说我就特别把PSY 哦贴在我们的手机啦齁，我就贴在上面，那先让各位自己去参考。那这样子我该怎么做，你想一想好不好？再看第二图，第二图呢是加权指数，我把一般的移动均线通通放上去，从周线、双周线、月线、季线、半年线，然后呢底下用一般的 KD 指标，好，那代表说不是移动均线不好，也不是 KD 指标不佳，而是在于你要使用对的工具。纵使你有了对的工具，你的方式要对，你的法要对，你的法要对，法叫执行，你别在欧北走。假设我们讲枪啊，你拿一把枪，第一步是什么？你要有子弹啊，你枪没有子弹，你这个枪就是个摆饰品吧？好，枪有了子弹了，有了方了，那法是什么？你枪口要对外啊，有人枪口对自己的吧？你说有人那么呆吗？啊，对，来看着他，你都会讲了，枪要装子弹，对不对？拿好，枪口要对外。没有人枪口对自己的，好，那一样对啦。那你看着他，当你利用技术分析或使用指标，你的枪口是对外的，你的法、你的执行方式要对。所有的指标我觉得都不错，关键在于你的用法不对。你用法不对，你怎么做呢？你点高，你先不搞，攻击嘛是被安乱。哦，你马修，你就拿个纸跟笔抄一下，你就一定会赢。来看这里，好，加权指数，互看了没？然后你就对比，我小有名。来，现在是9928点，对不对？早上9:04跌154点，然后呢，你就准备大赢，就这样子。
或者9929，哦，来看着，这里这一块黄的，啊，你还阁乱做吼，我正经无法度，你继续乱做好啊，对不对？啊，你也继续乱买股票嘛，你在乌白做嘛，啊，你老是打刚涨停板，你明明这两过去这一阵子，但你买股票怎么买怎么套啦，对不对？那今天上节目又告诉你它涨停板，不然就跌停板，那我能怎么办？我怎么帮你？你最少起码加入 LINE 的好友吧。这里你到底有在看不？不好意思啦，我讲话粗鲁一点哈，那我文雅一点，来各位看着这里好不好？文雅，你又听不下去，我怎么跟你文雅呢？你有没有看到两个红色的字？有，他们写9938。对，那是两个字还是一个字？两个字哎，还有一个9790。好，什么叫9790？9790就是道琼，背起来已经讲超过半年了，叫25090。你说昨天晚上道琼收25026，所以你准备大赢啊，你在这里讲，你哦，好了，拜托你，9938跟9790，台北股市的底线叫9790。可是呢，如果加权指数跌落第一次，由上往下，来到10128，交代了什么？交代了今年的平均交易成本。10128是今年1到10月份，全中华民国每一位操作者，包括外资都套在10318往上，以上318以上全部套牢。这第一个。多头10月份以来全部在哪里？它是隐藏在9790到9938，所以呢，直接掉下去，我觉得这个几率你怎么看得到？这第一件事。那你说，那为什么美股大跌？这个是不是什么殖利率期限？殖个头啦！那是因为美国房地产销售数据。那为什么房地产销售数据？因为中国管制外汇流出。加拿大、澳洲、美国房地产不是都被大陆炒上来的吗？就这么简单，这还要讲吗？好，所以呢，你不管嘛，你要面对，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嘛？好，台北股市就在这里。你又不要走，好，来继续往下看。这是日经指数，拜托你抄一下好不好？你们就抄一下。那日经指数呢？接下来你就乐观啦、啊，还有人保守的。好，再往下看。这叫道琼，这叫道琼。制图的时候还在这里，啊，现在已经跌到这里了，啊，跌到这里，人家乐观了，啊，再来，这叫上证，这叫上证，啊，2637是都是股票，不是股票，上证指数2637点，上证指数只要在2637以上。你就要站在多方去评价2637以下，那你就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还在没？所以，况且，哦，今天你两个没大赢，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好，道琼，先看道琼，道琼是不是收在25027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对，所以呢，所以你要做多啊。帮我一个忙哈，把这里放大。哎，你看哦，那我不要动哦，我现在直接，是不是这一根？什么这根啊？这个就不来。3月16号，啊，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在这里呀、啊。那你看高点，不要看低点啊，低点在这里嘛，那高点在这里嘛。这个是在今年的3月16号嘛，道琼指数叫多少？这个最大交易量报在这里，叫做24946啊。往上看，往上，往上，上上来上 ，up up， 好停。那你告诉我，收在多少？25027啊。那多头在哪里？就24946到25090啊。这是道琼的一个多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上证。上证昨天最低点多少？两千
昨天最低发生在这里，因为等一下它要开盘了，这里叫做2644点，这里这个最低，这里昨天最低点在这里2644，对不对？好，再看一次上证的多头，现在已经12月了，这是11月21号的事情啊。上证的多头价2637，它要不就不要上，我们就一路空它，不止空大陆股市，全世界整个地球都空。安安仔美，他敢撑在那里，那你这3个月还不赚钱，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拜托你，不啦，你给我3个月吼，什么3个月吼？什么叫3个月吼？3个月后你要有我的 LINE ID LINE 啦，你要看 LINE， 拜托你，你最起码你要给自己一个衡量的准则吧。你衡量的准则是全胜，不是啦，是2637啦，差滴滴啦啊，什么是差滴滴？就说你去观察上证，在未来，啊，特别在未来这段期间，除非你看到上证跌破2637点，那我会建议你，针对全球金融市场，你就适度保守，这样 OK 吧？只要它在这个数字之上，那麻烦你就乐观。OK 的，好，回过头来把自己的 LINE 打开。反正你今天准备短一下就对了，就这么简单哈。来，照着简讯做，我点一下，这是我们的 LINE。这是昨天哈5点，日经指数电子盘，这是昨天5点，不是现在哈，收22135，现在那。当然是大跌啊，还在跌啊，对不对？好，暴跌660点。问，明天日经多单和空单的进场，这是你的工作，那你要把复杂变简单，你就重点来了。上图30分 PSI 正50就做，正50要空，负50就多，那就回来往上看，是不是这张图？好了，再来看这张，这张是不是日经指数？起丢。看你看好未？还佫看无？我实在无法度啊！日经啊，写在这里啦，它一定会回来21800啦，仔妹，好，再往上看，加权指数，这都是昨天的事哈、喔。昨天收盘10083，如上图，不就这一张图吗？最佳空点和多方进场点。问，拜托你独立思考。来，是不是这一张？那请问你哪里要做空，哪里要做多？因为这是真实的数字。好，来，再往上看，让自己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如何让自己不受外界干扰？啊，往上看，为什么30分 PSI 一定要进场？也就是说，30分 PSI 来到负50，你就做多。负50就做多，正50就空。好，那么呢，来到零轴就平，负50多，零轴就平，这也都100多点。按照你这里正50呢，难道这里会是多吗？对吧？你老师没在这儿恐慌性买盘进场，怕你买没股票啊，你要都做赢啊，你要照着做来的。第一个，我的看法就在于给自己一个稳定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呢，你要懂整个波动。那怎么做波动？来，回过头来哈，来，这是美股。请问，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现在在25026，稍待上证会怎么走？美股要怎么走？那么台北股市你又该怎么看？我们先休息2分钟，2分钟后回现场。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积飞万点，够旺发财。PSY 高涨不空 ，PSY 低点翻多。
战斗营，步步为营，战斗营挡挡涨停，固德投顾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多也行，空也行，行情任我行，向上跳，向下跳，精准跑不掉。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电话拨通财运亨通，请拨02-2578-30002578-3000。积飞万点，狗旺发财 ，DSY 高涨不空 ，DSY 低点翻多，战斗营步步为营，战斗营挡挡涨停，固德投顾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我要跟你分手。不，不要。从现在起，三个要，五个不，预防禽流感。勤洗手，确实消毒。鸡肉蛋要熟食，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不生食。不购买，不自行宰杀，不喂食，不接触，三要五不勤防护，人间处处有晴天。来，各位看一下这里哈，很重要，来拉紧。加权指数现在跌176点，这都即时的哈，9905，啊，姐妹，然后呢，这里要乐观，为什么乐观？我稍带按给你看，你就知道了。好，往底下看，日经指数现在即时这一秒钟报价跌237点，21799，对不对？然后呢，它会涨到22000点，用小米的一个供给板。我给我讲一百遍嘛，赶快！反正我再讲100次你也听不下去了。来看着它，我现在跟你讲都是即时的东西哦。这是日经225，你 K 225没有错吧？本会使凊彩食，未敢会使乌白讲。好，那怎么做？啊，就这样子做啊，它就长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不猜，因为我知道我永远猜不到。可是呢，我猜不到，我要我们的成员跟着我做，通通都要赢。每一笔都要赢，好啦，我现在跟你讲是每一笔哦，我小有名哦，看着他。那我怎么看呢？我因为我猜不到啊，所以我就不猜，我就让自己不受外力干扰。那我只看什么？我只看真实发生的数字，真实发生在哪里？来，各位请看哦，三个点，一、二、三，我过去摆哈，它就有三个点啊。一二三，好，那当发生这三个点之后，分别在这里、这里跟这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里叫做21600点，就是说日经哦被打到多少？被打到21600点。好了，再看一次，今麦是21797呢，几乎已经拉了200点上来了。我是跟你讲200点吗？我是讲伊的起价。22000好不好啦，立马看眼睛姐。好来，那为什么？为什么？来，各位看着他独立思考。你独立思考姐好不好？你不要管林老师在跟你讲什么。啊，林老师讲的你跟着他做赢吗？你不用去管一些新闻里面有多的有空的，你选哪一个？你挑你喜欢听的。我请问你那有用吗？没有用的。你了解就好，可是呢，任何你在做判断，你用真实发生的数据自己做评估，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这样说可以吗？为什么所谓电视节目后面要跟你说不代表本台立场？因为你们太高怪人了，你知道吗？对也要骂啊，错也骂，你只要骂骗子就好啦。请问我有讲错吗？那是不是一二三？好，那你要算哦，拜托你算一下，这里画一条线叫22000点，
为什么要在这里画一条线？哦，因为这里有个颈线平台，那个叫没水准的画，好不好？你到处都满是颈线，你怎么写的？讲什么？嘿，没水准的人讲的话，你在听什么？你老是学一些没有对你没有帮助的东西干什么？不是这里是颈线，而是什么？而是这里不是跳空暴涨吗？礼拜一吗？这个最高点叫22800点，那到昨天被杀到21600点，是不是连续两天？喂，台积电呢？哦，我跟你讲，这爱放空嘛，有啊，杀到这里，我想跟你讲做多，它会涨到这里，你又大赢，你又无要听。我跟你讲啦，你就继续乱走好啊。22200啦，我跟你打赌，来你就猜嘛。我不是跟你预测行情，我在告诉你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假设我一个人在买这一档股票，这里交易量再大最大，代表什么？我在这里进场，进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买，一种卖。它有交易，有交易才会有成交量啊。那我在这里空的，我在这里空的，反正这个过程是不是输？那我在这里空的，或我在这边多的，它就是在这里有一次重大的一个对冲，对不对？就是一个抗衡嘛。好，这几败，加两败，这得然后一二加第三败，这第三次不是最高点哦，最高点这里没有量，因为最高点没有量，所以它才会回来22200啊。如果这里这个成交量你把它往这边挪过来，在这里哈，我来跟你死定了，啊，你知没？你就空到底了。可是现在不能空啊，要做多才会赢啊！你在讲什么？啊，你到底有勇气？你可不可以独立思考一下？看着这张图，还做没啊？拜托你，3年6个月都不要接触金融市场，啊，你好不好？这样还不会做？你在这里空到这里。或者是我在这里多到这里，请问多跟空的平均交易成本不是颈线，是这个加这个为雕爽叫22200，就这么简单。你要让自己拥有不受外力的干扰，当金融市场冲击越大，记住哦，你要勇敢面对它，最好跌5000点，或者是暴涨3000点，你不能闪。我做这21年来，马上进入第22年了，我有闪过吗？我们闪不了的。我们怎么闪？我们做这个工作，每天要面对市场，我不会闪的，有什么好闪的？你就是面对它，面对它，你才能克服它，你才能做对，你才能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供，来看着我的手，你给吃下去，啊，你给做不赢，我能怎么办？这里叫做正50，这里叫做-50，那这里呢？啊，这里不写在这里，难道是假的吗？现在报价是9920点，来，9920，哎，你哪没跳？现在跳20，来一样，这是即时报价。现在9920.6。它是即时在跳动的，好，这叫 PSY 的功能就是要让你大赢，就是要让你怎么样？我们的成功率一定要达到90%以上。那我要讲的，现在这张图是这个是5分钟，对不对？好，那你说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包括所有赖的好朋友，我们有一个问题，我说5分钟的、10分的、15的、30的。那假设30分到了怎么办？加码就一定要做啊，还能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不然30分的到了你不做，我讲无能为力哈。5分钟都已经这么强了，我请问你那30分的呢？你的成功率更大，不是成功率，你的获利率，你获利的空间会更大。你就照着做，就把它赢到底。我要讲的在，我请问你啊，你不用管台北股市，反正你今天一定赢啦、啊。我都跟你讲，你今天一定赢，你讲你是咩会输？那我扣两个台子。好，我现在讲就在，那我请问你，那过了今天呢？那下个礼拜呢？未来这3个月呢？明年一整年呢？你第一个，
你要有让自己拥有不受外力干扰的能力，然后复杂的事把它变简单，最重要的你需要有一个你看得到的工具，你自己及时看得到的。当然我会发文字简讯通知你，我没有点台子棋啦，所以不用告我啦，这是加权指数啦。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一堆坏蛋啦。来，复杂的事把它变简单叫效率，好，这叫 PSY， 你跟着他面对面。欢迎各位稍待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做个联系，那么我会提供你 PSY 行动系统安装在您的手机上面，拥有到目前为止你所能知道准确度最高的成功率最强的一个即时系统，我相信对你的帮助会最大。欢迎各位可以联络我们的服务人员跟着一起做，祝你 PSY 打开跟着发大财，谢谢你，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超强名师阵容，直播现场即问即答，盘中及时为您解答。即日起，每天早上9点开始，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多也行，空也行，行情任我行，向上跳，向下跳，精准跑不掉。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电话拨通财运亨通，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积飞万点，狗旺发财 ，PSY 高档不空 ，PSY 低点翻多。战斗营步步为营，战斗营挡挡涨停，顾得头部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多也行，空也行，行情任我行，向上跳，向下跳，精准跑不掉。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电话拨通财运亨通，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在高速公路上到底要保持多少距离才算安全呢？小型车时速除以2，大型车则为时速减25。各位可以用秒距法选取一根灯杆，在